合體拍呢個銀行廣告，有冇咩得意嘅發生啊？除咗讀嗰個字好難讀之外。我觉得这个广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重拍了很多之前拍过的一些场景，而且我们都拍很短，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功夫去重塑那个场景，但是后来就是我们拍一个镜头就完了，然后拍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场景，我就觉得啊，就是 有一些心疼的感觉。柴柴，哈哈，我读 BBA。我七年前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梦想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在银行工作，然后现在梦想成真了，我帮银行工作了，我还学结构设计装哈，就是然后在中环上班。我觉得很开心，真的。嗯，没了。恒生银行，我现在越读越好。有没有什么理财心得啊？你们？我们之前都是不理财的，这现在因为是要去经营一个公司嘛，就是现在还是要学习一下。就而且我们整个广告的理念就是尝试成熟，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去学习一下理财这个事情嘛，就是这样。我都是理财啦，就是一定要理他啦，因为不理他他就会走啊，而且钱呢喜欢一起聚在一起的。如果你不理他呢，他会慢慢散开啦，那就大件事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尽早理他，也要用理性，理性去，也要讲道理，对不对？那个理是很多意思呀。对。对。哦。道理。我。简单一点就可以了。我会之前没有太多财，现在要着手去取距离了。对，或者找人去处理。会不会找女朋友帮手处理啊？依家啱啱有女朋友呢位阿嫂。我觉得女朋友跟老婆不一样，对不对？你理财这个事情可以交给老婆，但是男女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个财政还是独立一点比较好。你哋对佢嘅恋情曝光有冇感到惊讶？我不会啊。你哋一早知嘅。不会啊。今日收恋情被曝光，有冇觉得惊讶咁啊？那个公开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想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去，就是打了针，然后去餐厅吃饭的时候。第一次出去餐厅吃饭就被人拍了，而且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就是把那个照片送给那个报纸，然后他登出来还有钱，对不对？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个事情，所以就有点惊讶，这也不是自己想的，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